我上了厅堂下了厨房，不怕累和脏，我睡得比你晚，我起得比你早，擦地洗衣淘米做饭菜炒得倍倍香，工作家庭两头忙，我对得起孩儿他娘，新时代的女婿我来当，于是我来挑我先向你投降，开辆车住新房，游世界风光，逢年过节好事好礼，先挤着丈母娘，挨家挨岗母龄好，我光大发扬，新时代的女婿我来当，于是我来挑怎么了？看我干嘛？啊，没事儿，你今天很漂亮。Thank you。我聊。是，聊两句啊。亲家，有些话憋在我心里头已经很久了，我今天一定要借此机会把它说出来。嗯哼。你别紧张，千万别紧张。不紧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你在婚礼那天闹的那些事儿，你别怪我小心眼儿，因为为此我住进了医院，我的大女婿还白白牺牲了800cc 的血，800cc。我也没想要让你向我道歉，可是有一点我今天要声明的，你听好了。我家女儿英英嫁给你家儿子，你儿子是绝对不委屈的。妈，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啊？倩倩，这样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家庭成员，你听听看满意不满意。这我的大女婿，大公司的白领，满腹经纶，一表人才。小女儿呢，在香港学心理学。这是我的二女儿，哦，这你知道。我的大女儿呢，是位著名的作家。今天晚上要不是有应酬，她一定会到场的。我知道，她的礼服和首饰都是我借给她的。那个青花首饰。实在抱歉，这路上人太多，我打车没打着，挤公车我又挤不上去，没办法，只能坐地铁来了。你不是跟你妈在一块上班吗？干嘛要去挤地铁呀？那个，英没跟您说呀。我现在呢，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小职员了，我哪敢搭张总的顺风车呀？再说了，这挤地铁我都嫌贵，2块钱。哎呀，点餐了吗？饿死我了，都。
哎呦呦，这弄这些干嘛呀？虚了吧唧的啊！哎呀，延平，妈都已经点好了，你别再啰嗦了啊！哎，姐夫，那个你干过销售吗？哦，干过。张总，那个我要申请要一个助理，没问题吧？姐夫，那个明天你就跟我干吧，我这需要一个自己人。朱延平。 你以为你谁呀？你还招助理？就他呀，我养你一个还不够，我还得养他们全家是怎么着？你说什么呢？啊？我们向家人有手有脚，有劳动力，干嘛要你养啊？你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张曼丽同志，我今天忍了你半天了，我告诉你。 我郑重地告诉你，我们向家人，过去、现在、将来，将来的将来，是绝对不会受你一点好处的，，是吗？OK， 那朱延平砸锅卖铁替他买房是怎么回事啊？要不是我及时的把房款没收了，你大女儿和大女婿现在住的就是我花钱买的房子 ，OK？ 哎，艾瑞，艾瑞，你没事吧？ 这样，这事儿吧，这房子最后没买，走，跟妈回去，告诉她我们向家人不需要她，没她我们活得更好。哎呀妈，你别再说了，你再说把她给气死了。哎呦，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势利眼？把包拿上。妈，我实在对不起啊，姐夫。要包。 要包，包，包。麦瑞，你没事吧？妈，您倒是说句话呀。 您这样好吧？您这样我这心里不好受。我好受。妈，要不这样，您先消消气儿，看会儿电视，等美丽回来了，让她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给你讲讲，行吗？干嘛叫美丽讲啊？你来讲啊，丁生利啊，你是这件事情的主谋。丁生利啊，自从你搬到我家之后，你是能不跟我待在一个屋就不待在一个屋。 你是能少跟我说句话就不说句话，你是能少看我一眼就少看我一眼。哎，我的眼神跟你的眼神啊，就从来没有这样对上过哎。什么意思啊？啊？嘿，我一开始以为哦，人家新女婿刚搬到你们家，哎呦，看见丈母娘害羞不好意思。可谁知道，原来你心里有鬼。不是妈。 搬进来之前确实没贵，要说有鬼吧，也是最近冒出来的。不过你放心，我跟美丽正在想辙呢，不管是买房子也好，租房子也罢，我会尽快的，我也会努力的。妈，你给我点时间行吗？开门，开门，开门！哎，妈，衣服包。你换鞋了吗你？行行行。哎呦，这怎么了这是啊？啊！ 哎呀，这不是高级聚会吗？都高级聚会还灌酒啊！哎呀，我回来就别喝，撑什么能啊？爸，爸自己喝成这样了，难不难受啊你啊？妈，你别说了，我头疼死了。行行行，我给你拿药去。哎呀，这什么药解酒啊？啊！哎妈，你别对我这么好，你对我这么好，我心里真过意不去。妈，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写小说，写完了以后。 我好好孝敬您啊！哎呦，阿姨，您放心，美丽她没事的。其实她今天晚上没喝多少酒，可能因为她最近比较累，加上精神紧张，所以才一喝就醉的。好了，夏玲啊，谢谢你，那你就回去休息吧啊。那行，阿姨，我先走了。啊，阿姨，我回去了。嗯嗯，当心啊，阿姨再见。谢谢。夏玲，谢谢您啊。那要不就。 连连扶他上床睡觉去。来，回屋吧。哎，不行，我不能上床睡觉。
为自己规定了，每天晚上我要写10000个字呢。你疯了你啊！一个晚上10000个字啊！哎呦，不就是买房子吗？妈已经知道这房子怎么回事了，没了就没了啊，命重要，好吧，命重要。露馅了，别说了，别说了。好了，就算你一个晚上写1个字啊，一写就是10年，老娘我也养你，行了吧？妈，买房，买房，这买房是一个女孩子操心的事儿啊！啊，我女儿命重要，还是这房子重要啊？你还傻坐着干什么？扶他进去睡觉啊，让他早点休息。快去休息去啊！快上床睡觉。我去倒蜂蜜水，蜂蜜水解酒。当心点。等等，丁胜利，你去告诉你的爸，让他回乡下老家去吧。你们外头租的那房子，房租也别付了，你们就住在这儿吧。那喜酒也别办了，没心情。干嘛呀？我又没发烧。你好点了没有？好什么好啊？你没喝多过呀？哎呀，难受死！是，我知道，我知道。这样吧，我给你熬碗粥。你别去。我不去，谁给你熬粥啊？你让我妈去熬吗？我哪敢呢？你妈现在对我意见大了去了，我现在就怕见着她，我躲还来不及呢。不是你怎么了？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们都欺负我。说实话啊，今天你穿成这个样子，我就觉得没什么好事儿。真的，你别怪我思想落后，啊，你也别怪我老古董。你说咱俩结婚这么多年了，还搞地下情，这合适吗？这打一开始它就是个错。行了吧你？你说哪个哪儿啊？今天我特想跟你好好聊聊。知道吗，胜利？其实我心里特苦，真的。你知道我心里为什么苦吗？错就错在我这岁数上，你知道吗，胜利？我做一个花瓶有点小，做一个作家有点老。我觉得我现在吧，特尴尬，特无奈，特囧，你明白吗？明白囧的意思吗？我知道，我太知道了。你说的都没说对，应该是你当个花瓶吧，太老；当个作家吧，你太小。明天啊，我去找你领导好好谈。你要谈什么？你说谈什么？我告诉你，已婚对一个女人来讲是个保护伞。我得告诉她，你向美丽是我丁胜利的媳妇儿，他们谁要敢欺负她，她得琢磨琢磨她老公。胜利，哎呀，其实我吧，我就想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就想踏踏实实本本分分，我就想凭自己的本事赚钱过日子。你说现在为什么这么难？
我的诊断报告。什么诊断报告啊？装傻是吧？肺癌的诊断报告，我就放在这抽屉里了。啊？什么肺癌这么严重？你小点声，你再让严平听见。你今儿在餐厅的表现也太明显了吧？还能逃得过我的眼睛？给我。现在不是你妈，我又怎么了？我今天不是对你挺好的吗？你今天在餐厅咳嗽的时候，我都吓傻了。我是挺感激你的，我的意思是，我们俩现在的关系是战友。什么？战友？去洗个热水澡，换上睡衣，舒舒服服的，我跟你聊聊我的宏伟计划，怎么样？怎么了？拉肚子了？事儿你都知道了，太好了，我就再也不用装得那么累了。咱们俩现在是二对一，我们两个人对付延平一个人，他肯定会扛不住的。
哎，那个，不是妈，你先等等，你要怎么对付延平啊？我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呢？我来跟你讲讲我的计划吧，哈。第一，儿子苏成，在我彻底撒手之前，我得让延平变得懂事儿起来，我得让他学会怎么自力更生，怎么管理公司，怎么好好的活下去。第二，儿媳苏成，儿媳苏成，让你学会怎么当一个好妻子，怎么照顾好丈夫，怎么跟他一块儿好好的活下去。哎呦，这里面的技巧那可是多了去了。这第三嘛，孙子，或者孙女苏成，如果我还能活到那个时候，我得给你们带带孩子，让他知道啊，还有我这么一个奶奶呢。感情没那么深吧？哎，别哭啊！那么严重的事，你怎么说的那么轻松呢？你不好好的去治病，你在这一二三的计划个什么劲儿啊？你这不是有病吗？哦，你本来就有病。哎，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不好好的去治病。躺在家里撒手人寰的，你这不是不可理喻吗？我说的撒手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撒手不管理我们的公司了，对吧？那我得放心的把公司交给延平，把这个家交给你啊，然后我再好好去治病。那现在可不行，现在延平要是知道了，他怎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这个我也不懂，但我知道癌症这种事儿是耽误不起的，所以我现在不是很着急吗？哎呀，其实也没事儿，这发现得早。你看我现在是不是红光满面的呀？嗯。哎呀，平时看你对我那个态度，我还以为你盼着我早死呢。我错了，我以前觉得延平可怜。现在觉得你更可怜，嗨，我可怜什么呀？哎呀，我一点不可怜，我好着呢。哎呀，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我也就更不用对你那么客气了。反正我快死了，你也不好意思对我老发脾气了吧？啊，算了，你看着办吧。你只要别累着自己就行，啊！妈，妈，还真是个好孩子。是说，这边房子不买了，那边需求也不摆了，是这意思吧？爹，你别生气了。算我这个当儿子的求求你了，你给我一段时间，就一段时间，我向你保证，保证办一个体体面面的婚姻。儿子，
你把爹整的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啊。哎，行了行了，我不逼你，我不逼你，我知道你有难处，你又没难处，怎么叫你爹做这么大的事？不逼你了，你回去吧，我自个儿在这待一会儿。我再陪你一会儿。不用，不用了，回去吧。你媳妇为了挣钱喝酒喝到那个程度了，你快回去照顾她去吧。我这不用你陪。你弟说了。我今天晚上不用回去了，你还是回去吧，你还是回去吧。哎呀，这些日子呀，我就琢磨你。现在我得琢磨琢磨我自个儿，琢磨琢磨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哎呀，别瞎琢磨了，你还是早点休息吧。这怎么是瞎琢磨呀？我要是再像以前那样啥事也不管，全靠你能行吗？现在物价这么贵，光靠你能行吗？我没娶老八十，我得琢磨琢磨我自个儿，琢磨琢磨今后的日子得咋过呀，我得琢磨琢磨我自个儿喽。不相信，这么大的城市，没有我丁胜利的一席之地，啥了不起的？大不了我从头再来。出去了，说给他爸做早饭去。嗯，哎，也够辛苦的，两头跑。哎，对了，那个美丽，嗯，那个丁胜利他爸知不知道房子买不了的事儿啊？嗯，这个，嗯，他可能知道吧。
妈，你问这个嘛？哦，没干嘛，随便问问。哼，才不信你是随便问问呢。哦，你一大早就把我爸找来了，那是随便问问啊。妈，我跟你说啊，丁生利他爸那边的事儿，丁生利可以解决，您就不用操心了，行吗？我，哎呀，我怎么说你？哎，有句话说得好，嫁出去的水泼出去的女儿，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没怎么着呢，你整天的什么丁生利的爸，丁生利爸向着丁家，我叫你爸来，没叫他去找他爸。我叫你爸来，是我们一起研究研究有关你跟丁生利的相关事宜，是吗，爸？嗯，是。你妈找我来就是商量商量，没让我去找丁生利的爸啊。那行，我先信你的啊。快吃吧，别迟到了啊。嗯，直接告诉妈，我跟你说啊，你们呀商量商量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是擅自行动，我可不干啊。我没干嘛，你放心吧啊。啊，不吃了，妈知道了。喝点粥。啊，不吃了。嗯，你我走了啊。你看，又糟蹋了。我跟你说啊，你不要好心当着驴肝肺啊。孩子好赖不服。哎，你怎么吃上了？你浪费了。啊，向一凡，你每次来都是这么大口大口的吃东西，就你这么吃，你把伙食费拿进来啊？我喝西北风啊我。冷了，冷了。加点热的。嗯。六叔，早啊？不早了。哎呀，早。哎呀，今日早饭不错呀，怎么先给在家吃来了？啊？人家胜利为了哄我，大早上给我买送来的。胜利哥买来的？那可不，他自己个能做包子。哎呀，不，他人呢？上班了呗。你看几点了？你瞅瞅。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坏了，我这迟到了。哎，行了，来来来来，啊，一就迟到，你就别着急了。不是，娘，您快点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算旷工了。行行行了，没事啊，您这这不是眼瞅就来到月底了吗？我想跟胜利一块住去，给他省点钱。我走了以后，你自个儿能不能交起房租吧？什么话呀，这个丁叔，我现在有钱了。你有钱了，别逗我。我马上我就有钱了。你看，没问题，你就放心搬走吧。那可说好了啊。说好了，说好了。到月底我就搬走，下月你自个儿交房费。哎，行，说好了。不过叔，我有个条件，你得答应我。啥条件？你能不能跟我胜利哥说说，别让他管我养蝎子这事儿。哎呀，这事儿啊，我走了以后，你爱养啥养啥，不怕死你养老虎都没人管你。对，养老虎。行，来我一个。哎，拿鸡蛋啊，拿点。多少个？鸡蛋吃多了胆固醇高。哎，没事，是吧？我都不吃活儿。夏玲，怎么回事啊？我东西呢？哎，我东西哪儿去了？对呀，你东西呢？哎，它怎么就不见了呢？它怎么就不见了？我问你呢，我东西呢？东西啊？笑什么呀？你看把你给吓的。姐们儿，恭喜你，你发达了。发达了？嗯，看，那就是您现在的包。啊，这什么意思啊？粉汤。Independent office is yours now.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e magazine work anymore. Just feel at ease. The writing will be done soon, so.There you go. Just as long as you get it done quickly. Congratulations. 什么意思啊？这局势怎么一天三变呀？我跟你讲啊，美丽，据这个江湖传言啊，有一个发行商他看上你了，他呢初次跟咱们出版社合作写小说，十部，第一部就点名让你来写，然后你就批的。好急好急的赶着让你交稿。哦，是这样啊。哎，就是酒会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吧？可是那天晚上我光喝酒聊天了，关于小说的事儿我什么都没提呀，啊，这有什么病啊？告诉你啊，其实吧，我
人口才也是旺，你知道吗？我见识上我就不会说话了，我找不了好词儿，我一见人家我就磕磕绊绊的说不出来了。但是那天吧，我喝了点酒，我一下我口才就好了，然后我就理解，我非常的理解。请您入您的宝座吧，走。跟我一起吃饭，我请客。OK。我说我的傻姑娘啊，真不知道人家看上的是你的人还是你的才华。月底了吧？该收物业费了。我在这儿啊，找一找半年没拿到工资人的这种心理感受，我好去感动客户，打动客户，把拖欠的物业费拿回来。这深了去了。是啊，没办法，生活给逼的。姐夫，我是越来越崇拜你了。别介，别介，不要崇拜你姐夫，你姐夫只是个传说。姐夫。你说像你这么好的口才，你要不搞销售，那对咱俩来说多大的损失啊！哎，今儿不会来就为这事儿吧？啊，出去说，出去说，人多嘴杂，够够够够。从今天开始，一定要努力，加油啊！进来，美丽姐，您的咖啡，谢谢。哦，以后我自己弄就行了。Peter 吩咐我了，说在你写书期间，我不用做他的秘书，我以后啊就专职为您服务了。哦，我就在这码字就行了，我不需要什么服务。美丽姐，您现在可是山里的宝贝啊，哪能累着您呢？ Peter 说了，让我以后为您端茶倒水冲咖啡，总之除了写作之外，任何耽误您时间和精力的事情都交给我来做就好了。美丽姐，那没事，我就先出去了。这突然有人伺候，我还不适应了呢。我该是码字儿了。我请客，客气阑珊。逗你的，逗你的，他把你吓的。还有普通的吧？拿铁一杯。先生，请问你要点点什么？白开水。我最近肠胃不太好，不能喝茶和咖啡啊。哎，你上次跟我说营销那事儿还靠谱？靠谱啊，当然靠谱了。多少钱工资？提成多少？一个月2000，提成呢？不是，当，2000块钱，这叫靠谱啊？行，一会儿喝完咖啡，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你看你姐夫，他总是沉不住气。这工资虽然是2000，可是提成相当高啊，回款额的10%，知道什么概念吗？你算一算，算过没有？而且我们做的是渠道销售。哎，对了。你知道渠道销售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啊，就是把货不直接给消费者，给那个中间商，是吧？聪明啊，姐夫。哼，哎，姐夫，而且我们公司呢，现在只有一个渠道销售，你知道他一年能赚多少钱吗？多少？100万，年薪还不加提成，是不是好？
告诉你啊，现在我们公司呢只有一个渠道销售，而且呢我现在还有这个客户资料，你说这事靠谱吗？那个客户的资料谁给你的？算是我妈给我的吧。你妈给的？这么说你们还要培养你吗？行，只要是你妈给你的，这事靠谱。所以说，姐夫，你就别犹豫了，咱俩一块干吧。哎，这样啊，咱俩先干干试试吧。我呢，先不辞职，先给公司啊请个十天半个月的假，咱先干干。你年轻，不像我，我有老婆有家，你说呢？行，关键时刻你事儿就来了。不过我这提成照给你。行，哎，这样，把你妈公司的资料发给我，我研究研究。咱什么时候干？你等我电话。我。哎，姑娘，买单。来，我来吧。我来吧。还是我来吧。我来吧。那你来吧。扫大街去了，至于那么累吗？咱们管理处哪有那么多活啊？我一女人都没累，你大男人就累了。你准不准假了？生命重要，你就是我心。